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4.7 星深渊一看就会幻想增进巨师平民低配攻略，全是用角色加权4星角色。该练的角色给你提醒一下，要练谁？北斗皇女、砂糖带个风套、雷泽丽莎不用练，夏沃雷要练个4万血，烟飞要练个输出烟费最好练一下，要是你运气好就不用练，运气好的话就不用给他切出来，就直接仆人跟克洛林德一个人带三个队友，懂我意思吧？这1、2、3这三个 C， 他给你适用的角色1、2、3这三个 C， 每个人打两关，那就能打6关，然后剩下两关就得你自己角色去打，懂我意思不？一个 C 能打两关，他2点耐力你就给他打两关。一个角色打两关，然后带三个什么没啥用的角色都能过，那他给你试用都能打6关了，然后剩下两关就得自己练的角色去 C 一下，去打个1、2关，然后就过了，很简单的。这很多都挂件来的，挂件角色都不用切出来，练度都不需要，只要有个70级能带上去就行了。我可以全4星走你。开幕角色1、2、3、4、5、6全适用，待命角色全部是4星啊，4星角色4星武器，再看一眼配置啊。导右西风大殿4红套，差点满命。这个面板砂糖90级祭礼4红套真的满命。这个面板绿弓死剧团真的满命。这个面板北斗4股剑，这个面板挂件位雷泽不用管，挂件位丽莎也不用管。这是什么？魔法仙女棒夏沃雷怎么5万血嘞？血量不对呀，怎么这么高？嘿，侠里日月这个面板，安妮特都有练的啊。这个面板，那降临基本也都有练。这个面板9条，其实作用不大，这个满兵作用不大，又没有带雷神。OK， 守你，好友的角色都不用借，直接上了。先点个祝福，看一下，击败的人回血，对敌人造成暴击，来整个有伤害的 buff。有加伤害的 buff， 然后找个感觉好打的，要打扩散，找个感觉好打的关，感觉都差不多，感觉驯兽会脆一点，打驯兽吧，啊啊，挑个最弱的来打，奖励都一样的情况下，挑个最弱的。然后开局会有个那个什么切人 CD 会卡你，诶，这次没卡吗？泥兰正子杰恶泥兰也是后边登场 S5 七百九几多是九啊，没卡大你们咋明狗去吧，好狗文雅了，用个法洛神充满好地啊，李雷那个可维尔了，这请问来充能不用闪不用留，没关系，就打1关充能是不用留的，然后下一关
你可以自己带你自己有的那些角色啊，试用角色不用选的呀。他不是可以选自己练的角色吗？开幕的时候，就那个闪兵法路山那个地方，你在选闪兵法路山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角色、自己的闪兵、自己的法路山，对自己有就可以用。你要是没有，就得带他那个试用的。你自己有的话，就练度会高一点。随机两名啊，随机的啊。香菱，要不我先放着进来，后面备用一下。小辣，小鹿也进来，把主 C 角色先给放进来，备用一波。那再挑个简单一点，火扇。冰营雷营很烦的，风丹的机器人也很烦，海乱鬼会回血也很烦，都很烦。这个冰营可能会开盾，有可能会翻车。霍善史诗，再要不打这个吧，把这个海乱鬼也吧。霍善啊，还是要闪兵出来打。闪兵法路山，这个。诶，怎么的是？熟悉。咋的？好、啊、打、啊。怎么的是我的桥？蓝色机。哎，小 B， 那才成。我是风版的这个。比如谁好？耶，吴风林，雷阳，高矮，好，迎接。大雪，两倍气死。OK， 不要让他回血，下一步。随接了个九条进来，继续。这里的话，选择一名可以出战，随机一名可出战，随机一个雷，还不如自己选，直接选一个班尼特出来。哎，来后腿，不服了，尽量打鸡哥，鸡哥用克洛来打，试用里面有个克洛。直接来一波这个。夏欧蕾蕾用一波了。走你。是啊，没事。该总攻击了，若雷负预备。我晕。涉猎邪魔，我是洞，那我来保护大家。赛烈焰很简单呐、啊，血量都不高的。OK， 来了个雷泽，选一个风系。我随机一个风，现在缺风吗？不缺，随机一个，选个沙塔门了，我会努力的。挑个好打的，守护正史，有沙糖了，可以聚怪了。那我们选这个怪多的，小怪比较多的那个关，有沙糖就不怕了。然后这一关就可以带点什么杂七杂八的雷泽就可以上了。香菱还有两管两点耐力，班尼特下物垒留着，小鹿来上吧。香菱这关清一下杂，不要看阵容抽象啊，这关很简单的。取两分就行，但是假设我他把标为我哈，哇，
Yeah, OK, 好，好，雷子出来后盾的，全员开始进行，几乎是，哎，我当我躲打扁了，传一球，全是小怪，人，好，好，黑点发，西弗里这次，黑点啊，让我让我来，不，明姐，嗨，啊，感觉上他们刚被个送门杀爽，喂喂，老虎，感谢下师傅的枪，哥，这个，西弗里这次。欧菲奖励拿满，奖励满，宇宙碎片，这个奖的是宇宙碎片。三个奇妙的人也，这也是都一样的，复发扩散反应，爆伤提高，受到伤害提升，堕雷，能量高于70，释放冲击波，感觉都一般的扩散吧，但是这个扩散反应只对当前场上角色，只对风系有效，不是全队成效啊，很受伤害提高，这个看着高风险高回报的样子，选一下看看，承受伤害提升，感觉高风险高回报啊，整个什么北斗出来，不信你，战斗普通，触发20日蒸发或者感电，香菱，香菱还剩最后一次，要留了最后一关。触发扩散，超载，那把这个扩散反应给他用完。哎，仆人还在耶，仆人这关可以先用着先，仆人去打这个纯水会好一点。这关把仆人用了，嘿，嘿，还有两次呢。然后呢，班尼特香菱还要留着，带点这些什么杂七杂八的，仆人还能带个挂件，带俩挂件。小鹿不用了，小鹿后面用不着了，这个可以把小鹿用掉。OK， 仆人单通了，哈哈。我去，周报，哇，就交摊法，耶，哦，有点爽，这么脆吗？哇，耶，看，看，耶，看，一刀一个，哎呀，哎呀，哎呀，是夜怪下，有超好，靠去，我有什么事你，再见。谢谢吧，鱼子生血，狙，时间好充裕了，我就要看吧，狙一剑，鱼子振作，嘿，还没结束吗？我都杀了36个怪了，还不结束吧？鱼哥，这局我杀了多少怪了？40个了，我操，割草啊，可是。哦，可以中断是吧？直接完成，不用等，不用等。OK OK， 条件达成，直接终止。看一下现在第几幕了？现在第六幕，第六幕准备打那个冰龙蜥。风系角色现在不要了，拿祝福吧，受到治疗提升伤害，击败敌人冲击波又是扩散，扩散不要了，受到治疗提伤害，击败敌人超载反应 OK，既然有仆人啊，这关是不是可以把香菱给他用了呢？诶，也不用，把烟飞用了也行啊，但是仆人稳一点，包载烟飞，包载烟飞，然后后面还剩个班尼特，那就是班尼特加仆人去打最后一关，班尼特仆人打最后一关吧。
这关燕飞来答。给我瞧好了，束手就行。啊，讲不通就砸点了。那、啊、热回热回嘛，丹书解气没？啊，两啊，两啊，啊，不服配下，开锅了，开锅了。绳之引法对，哎哈。好、哦、啊呀啊，没烧的，放下血量，哈哈哈啊，化作交刊吧，放下武器，你这样换合，啊啊，哈呀哎哎哎，讲不通就打扁咯，绿火银和哈刀雷的。下一关，为什么老是要退出来呀、啊？打一关退出来，打一关退出来，选个雷角色，看他现在缺啥。现在好像也不缺啊。仆人班尼特砂糖就能打最后一关了，随机吧。对，消除地沙是吧？增加难度了。不乏超载反应冲击波，所有角色造成伤害提升了。OK， 这个好，伤害提升。然后再挑个最简单的啊，冰使徒是吧？啊，这波挑个最难的来打，这波挑个最难的，反正克洛林德跟仆人还在，挑个最难的当攻略了。冰使徒，这得上火啊，火系角色得上完了、啊。要不班尼特省一省，然后再上个丽莎，吼龙丽莎，卧槽，续过来，准线，丹书解气，暴风，哎，打他，对，六三零吧，啊，预防，亮，亮，啊，还好，雨露繁重，嗯，严。啊，继续啊，否决。明方就这样，安全精灵就是快一点投袭。寒也变，明动诸事，明熟悉的墙角。哦，与此升起也值日哦，整些哦，怕焚烧的食言之法，别入凡正品，寒意。心意欺负林测试木格之息冷冷灭哈诺终会失寒破解与言子啊活跃成熟哦贯穿嗯这不是冰死图吗一个深渊不见怎么这么拉了呀怎么这么拉的？获得一个祝福，随机等概率获得以下奖励，赌是吧？咱不赌，咱选个祝福得了，再选个祝福，这把要用克洛了，好像。哦，元素战技释放后伤害提升 OK 就选这个克洛林德有点爽的开始接克洛加班尼特了是吧克洛班尼特早右 扩个雷然后九条加个攻击力耶来，马彪呢？啊，该懂封闭了，很笑。
雷光签到。洞秀日孽，昨孽鬼影，一扫半雪，雷闪。我来保护大家。长道灰孔，砸，呵，上套。对子，好，好，该走风机了。冒险不在。烈焰，你得自己来个大招收尾。讲究，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只要打过了就奖励就拿满了，这样就过了。你只要最后第八关过了，就奖励就拿满了，很简单。最后还和结尾动画，最高伤害鹿野苑屏上85,830，最多击败最多敌人，承受最高伤害，全是仆人，参演角色总数18。最快完成演出队伍，超载克洛林德。助演角色战无就没有借人，没有借好友的角色，全是自己的事情。事情角色加上那个试用角色，太简单了。这难度太低了，没有深渊12层难了，这难度感觉跟第9层、第10层差不多，就稍微比较吃你的角色 boss， 比较吃你的角色 boss， 你要 boss 好一点才好打，就过了。这样就过了，奖励就拿完了呀，奖励就拿完了呀，就这样啊，好简单啊，白给1000多了，还多少啊，多了1000多原石。